第七个动作，踢击舞和双脚一起做。扶着柜台，面对柜台，一只脚向旁边踏出，然后返回，向后踏出，然后返回，向前踏出，然后返回。换一只脚重复动作，每只脚重复动作2到3次。用一只脚移到一个地方，返回，然后换一只脚到另一个地方，返回。保持，然后移动脚，然后保持，再移动脚，放松。如果那样子太容易，增加活动的次数，直到15次。恭喜你，第二期的活动完成了。每天做这些活动能让你更强壮、更健康。